又到咗一半职人推荐时间啦！大家好，我系阿宇，我系 Samuel， 大家好。你喺日本做嘢同读书啦，之前日本嘅文具咧出名咧就系用咗优质嘅材料去制造，同埋耐用、高品质嘅。有边款文具又令到你有最深刻嘅印象呢？啊，一定有啦！我喺日本做嘢同埋读书咗咁耐，咁啊，其实好多文具咧都好深印象嘅。咁但系咧，我个人推介同埋最中意嘅咧就系呢一款。嘅間尺啦，咁啊，大家見到咧，係啦，可以俾大家近距離啲睇下。咁呢款間尺咧，就三角尺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比例刻度嘅，咁亦都係鋁製啦，好輕身。咁我做嘢嘅時候咧，就經常用嘅。咁啊，呢個係我最中意嘅日本文具之一。呢件文具真係細細件，但係都又方便喎。冇錯冇錯，所以咧，今次我哋推薦你2024日本文具大賞咧，就係嚟日本最知名嘅文具居高信力嘅文具獎之一嚟嘅，嚟自13間日本文具店同書店嘅文具達人嘅擔任評委嘅喎，喺728件文具當中咧，嚴選出得獎嘅文具㗎。係咁啊，呢個真係我哋日本一年一度最大嘅一個盛事啦，文具界咁啊亦都係由我哋成個優惠啦，由即日起到5月26日啦，就喺我哋指定嘅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同埋綜合書局咧，就會有我哋嘅文具大賞展舉辦嘅。咁亦都線上線下同步，都有800折。800折真係好抵喎！冇錯啦，係喎。咁以下我哋推薦嘅得獎文具，唔知會唔會成為你最想擁有嘅文具之一呢？首先，我哋介紹下第一件啦，獲得設計大獎嘅 UNIBALL1P 啫喱筆嘅呢款筆杆咧，係以一個微甜糖果為靈感嘅喎，大家可以睇下兩款筆咧，其實佢有唔同嘅大細，你可以見到得獎嗰支咧係比較細支啲，同埋揸手方便啲嘅喎。佢咧就採用咗呢個嘅流暢度高快乾嘅 BPAC 墨水嘅，可以睇下啦，可以睇下比較下。呢一個兩個墨水嘅效果嘅喎，呢一款咧就係 BPAC 嘅墨水啦，而呢一款咧就係一般平時用嘅墨水嚟嘅。而呢一款嘅墨水咧，獲得咗健力士世界2023年黑色啫喱筆顏色深度記錄獎嘅喎。真係幾好喎呢個。係啊，可以睇得到真係細緻啲，同埋可愛啲，顏色上都會同平時有唔同噶。下一個產品是咩咧？跟住下一個產品啦，就會係 Uni 泰樂嘅 Y2 擦得甩原子筆喎。係啦。咦？呢度呢個係啦，第一位啊。而呢一款嘅 Y2 原子筆，大家可以睇下啦。佢咧係採用咗呢一個嘅圓潤簡潤嘅設計筆身嘅喎，同一般嘅fiction 比啦，可以見得到效果完全唔同嘅，細支咗、slim 咗、易揸手咗啦。當啦，我哋喺墨水寫完嘅時候啦，就會呈現咗呢一個嘅效果出嚟啦。如果我哋想令到佢消失嘅話咧，只要輕輕擦一擦，你就可以見得到墨水就會消失噶啦。啊，完全唔留痕跡喎，真係。係啊，冇錯啊，如果想錫過，換咗佢都可以噶。哇，正！我最中意呢啲擦得甩，即刻擦得甩嘅嘢啦。系啊 ，drop loss 非常之方便啊！加上佢呢个有唔同嘅颜色选择啦，咁你如果 drop loss 嘅时候啊，都可以 highlight 唔同嘅重点啊嘛。好啦，跟住咧，我哋就会到呢个嘅 Siva 攞咗呢一个原子筆第二位嘅喎，可以睇到啦。呢个就系 Pinhead。筆記用嘅磁吸啫喱筆啦，你講多次叫咩名話 ？Peter 筆記 Peter, 哦，係啦，佢呢個系列叫 Peter 系列啊。咁咧，你可以睇得到啦，磁吸嘅。佢除咗可以磁吸支筆之外，仲可以夾咗喺本簿度。有磁力嘅。係啦，冇錯。咁只要好簡單咁樣拎起支筆，寫一寫唔同嘅筆記。如果用完之後咧，又唔需要擔心擺喺乜嘢位置，放翻喺呢度磁吸就可以噶啦。啊，呢、這個真係好方便喎。係啊。硬系本簿，又唔会压榨，又唔会阻住，方便一次过可以拧晒笔同埋笔记簿啊！啊，怪唔得知你会推介佢啦。冇错啊，就算黐住咗本笔记簿都好，笔都可以独立拎出嚟嘅喎。
真係好啱，好啱我哋啲 office 嘅同事去到用啊！呢、這個真係冇錯啦。跟住就會係筆記簿第一位啦。呢、這個第一位啊？係啊，呢、這個係第一位啊！呢、這個你真係要講多啲先得啦。冇錯啊，呢、這個係 Eloha 嘅 Sunny Nights 筆 notebook 輕便筆記本啊。佢呢個款咧就入五個顏色嘅喎 ，A6 嘅 size 細細本方便，打開咧就可以見得到，咦，裡面咧係有唔同嘅格數嘅。我俾大家睇下啦，咦，仲有你啲珍藏嘅相喎。系啊，冇错啊，见到系啦，呢、這个啦，有 2.5 毫米嘅网格，格仔咧就可以灵活写笔记又得啦，写文字又可以嘅喎。zoom 埋啲俾你读者睇下先。系啦，佢呢个咧每一页咧都有一个页码，呢、這个角落头位置，见到？哦，呢、這个页码。系啦，咁因为佢呢个有页码啦，咁所以就会有呢个嘅小嘅目录啦。只要咧你喺你对应嘅位置度写翻你需要想写嘅一啲唔同嘅重点啦，揭翻开嗰一页，咁就可以好快速咁样睇到你所写嘅内容同位置啦。嗯，加上咧佢呢本簿咧有 review 嘅喎，如果用完之后就可以加一个新嘅 review 落去啦。哦、可以慢少少俾我哋嘅读者慢慢睇下吓。好啊，咁佢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钉装嘅设计啦，咁就可以180度打开晒成本嘅哦笔记本嘅喎，几方便。哇、啊！真係好方便喎、啊，呢、這個係啊，合打開試多次俾大家睇啊，仲可以好平咁樣寫得到。佢個名叫咩名話、啊？佢個名咧就叫做 Sunny Nights Notebook 輕便筆記本啊，佢攞咗筆記本獎嘅第一位喎、啊。第一位啊，呢、這個係啊，冇錯啊。哇！好靚呢個真係。好啦，下個介紹嘅係咩咧？下個介紹咧就會係我哋嘅貼紙第一位啦 ，King Jim。Coffee 貼紙嘅 ，Coffee 啦，係啊，哇，好靚喎，係啊，仲閃添嘅喎，係啊，佢有唔同嘅顏色組合嘅，而呢一款嘅靈感設計咧，就係、是、嚟自於類似嘅化妝盤啊，化妝盤係啦、啊，好似平時 eyeshadow 咁啦，打開咁就有唔同嘅顏色。哦，哇，呢個真係要慢少少去到展示俾我哋讀者睇下啦。好啊，咁佢呢一個咧就有五個唔同嘅形狀，四種嘅配色嘅。咁就會有多樣嘅圖案設計啦，加上咧佢拎起咧係羊鹽性嘅喎，咁佢咧就可以好輕鬆咁樣就可以黐到喺唔同嘅地方啦。羊鹽性係嘛？係啊，即係好容易黐得到，又好容易掹得到咁解。係啦、啊，冇錯啦。所以頭先咧，我俾你睇嗰個相咁樣樣啦，睇下佢就係用咗唔同嘅呢只貓又嚟啦。係啊。你就用咗唔同嘅貼紙去配搭組成一個唔同嘅組合效果㗎、啊，加上呢一款嘅貼紙係日本製嘅，啊，特別啱啲文具達人啊！係啊，冇錯啊，所以如果係配色上咧，仲可以即時配入唔同嘅顏色，再做一個組合喎。嗱、啊，呢、哦、一款就係我哋啱啱 show 嘅呢一隻系列啦。哦，除咗貓相，仲有冇啲其他相咧？冇、欸、啦，咁就唔好睇啦。係啦，係啦，我嘅貓貓重要。收埋先，哇，好靓呢个真系，系啊，呢个排第一位啊，系啊，冇错啊，贴纸排第一位啊，最后一眼睇嗰次啊，同你读嘅，跟住咧就会有呢个嘅切割类第一位啦。你讲一次系咩类话？切割类第一位啊，切割类哦，即系 cut 嘢，系啦，冇错啦，佢咧呢个系列叫做 Hakuake 二用便携式铰剪。嗯，系啦，听个名都咁长，都肯定好劲啦。即系咁啊，即系总之就系 cut 嘢剪嘢啦，系咪？系啦，你可以见到佢有三个系列，三个唔同嘅颜色啦。哦，等我开始。红色中间嗰个系橙色嚟噶。啊 ，sorry 啊，橙色。咁啊，我嗱，我最中意就军绿色啊，真系。军绿色系嘛，同埋呢一个嘅卡其色啦，咁我可以展示俾大家睇下啦。推出嚟几方便又简单。再嚟多次得唔得？我、哦、呢个系呢、这个咩嚟噶？呢、这、一个、啊、我哋慢慢讲先啊。嗱、哦，你会见到呢度有三个唔同嘅 point 噶喎。喺呢度 show 俾我哋啲同学睇啦。第一个有呢个嘅铰剪啦、cutter 啦同 lock 嘅。好似头先啱我推完之后，翻落嚟就会 lock 住咗我呢一个嘅 cutter 啦。哦，系啦。跟住如果我想做 cutter 嘅效果咧，推到去第二格，咁就会有一个 cutter 嘅效果噶啦。诶、哦，我哋而家即时示范俾大家睇下。好。系啦，我呢度有个箱啦，咁就可以即时。达人开箱啦吓，拉开。哇，几方便。系啦，
简单就可以开到噶啦。哇，呢个简直一个梦寐以求嘅卡啊！我平时用嗰啲咧，就可以开到箱噶啦。我平时用嗰啲咧，系嗰啲好平嗰啲咯。系啊，所以咧就唔会哇好辣咁样使用到呢个嘅卡塔噶喎。哦，系啦。好，铰剪咧？铰剪，诶呢度再推一下就会变咗铰剪啦。哇，好特别啊！铰剪嘅形状个头。试一试先，咁得，诶都可以喎。哇，系啊，好容易。嗰、那個力度，即係嗰個力學，真係拿捏得好好喎。係啦，除咗紙皮之外啦，剪最簡單嘅紙，睇下，哇，幾輕易就可以，好輕身嘅感覺。係啦，冇錯啦，同埋感覺都好安全。係啦，咁呢一款咧，佢仲有一個特別嘅設計嘅喎，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到兩把卡塔咧係唔同嘅材質咧？見唔見到？唔同嘅材质系啦，有冇个颜色系唔一样噶？咦，上面嗰个系咩啊？系啦，上面呢个咧就涂咗钛呢一个嘅物料嘅，佢嘅目的咧就系为咗令到提升呢一把嘅刀上面嘅硬度同耐用度噶。钛金属诶，佢呢个钛嘅涂层哦，系啦，钛金属钛嘅涂层系啦，咁你可以比较到啦。一般我哋用嘅铰剪咧系呢一个颜色嚟噶，而涂咗钛咧呢个款嘅颜色咧就系唔同噶啦。涂咗钛，我中意呢个 terms 啊，系啦。几好几好，哇！呢、這个我真系冇办法，每个颜色我都要买一把，我推荐俾我啲同事，攞嚟开箱。系啊，日后嘅所有开箱用呢个嚟开箱嘛。咦，收翻埋佢先，你睇下，收埋之后细细把几方便。啊，几好几好。系啊，除咗拎住之外啦，呢度仲有个扣，可以扣你最想要嘅一啲嘅唔同嘅饰物啦，扣住喺一个安全绳嗰度啦，咁用嘅时候咧就可以好方便咁样拎出嚟啦。扣住啲锁匙啊，扣或者扣落个袋就得啦，系咪？冇错啊！好正啊！呢个排第几位哇？呢个系切割类嘅第一位噶，又系第一位。系啊，果然第一位嘅品质同埋成个设计都特别有水准啊！系啊，冇错啊！哇，非常之好。啊，多谢你介绍呢个咁好嘅产品，暂时为止咧，对于我嚟讲咧，我好中意啲卡嘢，我成日都卡嘢啦，即系。所以就即係希望可以型啲啦，即係啲產品同埋咧成個設計咧就即係同普通啲唔同咯，係嘛？咁啊，咁另外就除咗以上得獎嘅文具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得獎咧，其實我哋都會介紹同埋推介嘅。咁啊，特別包括咧有 Sakura 嘅 Bonsai ID 3C 嘅呢個嘅多用筆啦 ，Tombow Mono CC 嘅改錯帶啦，仲有古川子宮。朱色会社嘅动物甜品工坊系列嘅棉帽纸等等咧，其实好多好多都会喺我哋成个文具大奖展入边咧，都去买得到同埋选都睇得到啦。咁啊，希望即系大家多啲支持啦。咁啊，再讲多次啦，我哋喺边度可以买到啲得奖文具咧？我由即日起去到5月26号到指定嘅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华书局，系我哋嘅2024日本文具大奖展。精选嘅文具就会有80%优惠噶啦，80%系啊，冇错啊。咁啊，我想问下啦，即系为咗回馈翻我哋嘅读者同埋我哋嘅客人啦，除咗八八之外，仲有冇啲更加劲嘅折扣或者优惠可以提供到咧？当然啦，除咗80%之外啊，我哋今次啊，只要凡购买呢个2024嘅文具大奖得奖嘅文具咧，折实满120蚊咧，就会送呢一个嘅立体富士砌胶三款。其中一款自由选择嘅，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噶。三款拣一款。系啊，冇错啊。即系话咧，我去到买满120蚊折实之后咧嘅所有得奖作品就可以获到一粒。系啦、啊，冇错啦。咁三个任选嘅。系啦、啊，咁啊两粒，咁啊240蚊两粒，系咪送咗两粒咧？我想问啦。买满系啊，冇错啊，咁、你就可以攞到两个富士山，即系360蚊就三粒噶咯喎。系啊，咁就三个富士山都可以坐齐晒。哇，咁真系要买多啲啦。系啊，冇错啊。咁啊，即系我哋咁多优惠提供俾我哋嘅文具控咧，咁啊，即系最后一句啰嗦讲句啦，就希望嚟我哋指定嘅书店咧去选购啦。咁啊，最后咧就我做少少嘅预告啦。咁啊，我哋下一个直播节目咧，我哋会讲另外一个主题嘅。咁啊，我哋希望就即係帶俾觀眾一個嶄新嘅體驗啦。咁就包括我哋下次會講關於香道同埋成個茶
茶道係啦嘅事情，咁啊希望咧就透過自娛或者即係減輕人嘅壓力咧呢方面咧去到推介產品同埋講一講即係我哋嘅一啲心得啦，咁希望大家密切留意啦。係啊，咁啊今日就暫時係咁樣啦，好嘛？我哋下次見啦，拜拜。拜拜。